现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三，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咱依然继续跟大家谈论以西结，但是今天的气氛较沉重，因为今天是咱在以西结书里面所看到吼，上帝上界发脾气的时候，心情上界歹的时候，顶一集咱有讲过，上帝差遣以西结用真侪行动来让以色列人明白上帝对因的计划，上帝在掌管历史。所以讲，伊个喙手、伊个头毛烤起来，三分之一放火烧，三分之一用刀斩，三分之一放风吹。什么意思？上帝讲，因为以色列人拢违背我，因为以色列人完全无将信仰当作一回事，我予因这么水个圣殿，因竟然阁摕来敬拜其他的神。安尼好啦，吼、哦，安尼真简单啦。我要将三分之一的人抬死。是用什么呢？用饥荒，用传染病，就像要杀死安尼啦，吼、哦，传染病、瘟疫啦。上帝讲，我要用疾病攻击因，所以以色列人会死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死伫战争，用刀台嘛。最后三分之一的人，我赶走伫世界各地。哇，所以这个是足沉重的一个气氛。所以我相信，当以西结伊家己领受到上帝这个话时，迄如果那是我们是会惊嘞。讲啊，上帝，安尼敢会伤重？上帝讲，因为因是唔惊的人，即若对这个乖囡仔安尼伤重，但是若对这个逆的囝逆囝啦，即哪有重？佫惊伤轻嘞？安怎死的都唔知，死狗啉条，侬也佫唔悔改，就是安尼啦，阿唔管硬硬硬啦。上帝讲，对付这种的人哦。都要真正拍到予伊惊为止。哇、哦！我感觉这个心情使人足沉重，就是讲咱人哪会袂安尼？是安怎要予人发脾气，发到这个程度？但是我咧做老爸，这个过程中间，我嘛常常有这个心情。有当下囡仔，你甲讲好，就甲讲，伊唔听。我今日我要生气啊！伊还佫伫遐咧，甲你嬉皮笑脸呢。都逼甲你无法度，你就要甲大声甲讲。有阵你大声甲讲，伊嘛是急皮皮啊，唔惊你，不得已啊，就只有吹下牙起来讲啊。啊，起来讲，讲到最后才开始咧。啊，妈妈，我错了啦，爸爸，我以后唔敢安尼。我就一开门讲，你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爱大人发脾气？为什么我拄只已经好嘴甲你讲，你唔听？为什么我大声甲你嚷，你唔惊？为什么一定要等我嘴啊甲你讲落去啊，你才要甲我回事咧？为什么要安尼？伊嘛讲不出来呢，这个囡仔伊嘛讲不出来呢。哦，伊嘛讲我后盖唔敢。但是你都明明知影，我后盖嘛是个嘛是个发生，这就是叫做人的罪嘛。我做事大人咧驾驶，既然是我当下想讲，其实我伫上帝眼中我嘛是同款啊。我伫上帝眼中我嘛是常常做这个作戆的代志啊。上帝一摆两摆甲警告，我乃唔惊咧。好亲像一定都要甲你拍啊，拍入去万底深坑，真正哦用要死去安尼，才会回头。有时阵卖笑别人，咱家己也常常。在罪中不知罪，这是一个最可怕的代志。一个人无感觉家己已经犯罪，一个人无感觉家己做的是唔对的代志。我觉得这是足悲哀，所以咱都要警醒，吼、哦，警醒，常常提醒讲我安尼做敢对，常常爱家己问家己，我安尼做敢对，我敢安尼敢无得罪上帝，这叫做警醒。家己爱有一个细腻的心啦，吼、哦，爱有得较注意咧，袂当安尼凊彩乱来，随便。所以看到以色列人这款的做，我想实在咱也只有摇头啦，唔知影要安怎面对啊。所以后来当慢慢这以色列人，因遭遇到真侪患难，遭遇到真侪艰苦，慢慢因也知影讲要来挖苦上帝啊。但是当这以色列人后来挖苦上帝时，上帝对以色列讲，讲村的三分之一要未死的嘛吼，因方分散在世界各地。日后我会将伊捡倒转来，这三分之一的人，慢慢慢慢都有人会悔改啊。咱人足奇怪吼，都爱死三分之二，咱才知影代志的严重性。啊，我感觉嘛真正是安尼嘞。咱往往咧讲一个代志的严重性，阵啊，要无见咱少数人尔啦，大多数人无差啦。一个严重性，敢都爱严重到三分之二的人拢有感觉，咱才要悔改呢？为什么要安尼？咱想无？一个教育的制度，但明明就是无好。安尼，咱用一段时间，我无见啊，这少数人的意见。
都一定要等个三支支的人拢起来抗议，拢感觉讲这样呢，这多歹，咱才要落去改，恁足奇怪吼、哦。我想这个心情，咱台湾足侪人拢有啦吼、哦。咱足侪社会情况，拢爱等个暖个，我们未求暖个三支支的人咧话哀啊，咧开始咧哀听啊，啊，咱才要开始要来改，咱才开始怎讲啊？安尼问题真严重，早都真严重啊，是咱动作无快尔。都爱真正三分之一的人变作受害者，咱才开始要来改变。咱来想看卖，是不是咱就是这样子钝的人？就是逼上帝，让这个代志严重到一个已经伤害咱真侪人。我感觉足侪人饮酒嘛是安尼啊，伊饮酒饮到因家的人三分之一拢互伊伤害到的时候，你说怎样严重？一个作案的人去伤害别人啊，可能啊谈恋爱，安尼讲糟蹋人查甫查某安尼吼，啊糟蹋足侪人的时候，有一日才家己会醒。为什么要呢？好好参照就是人类的悲剧。所以有人讲，我、哦、这段圣经读起来足恐怖呢。上帝哪会这么歹？上帝哪会这么凶？但是有时阵，你想想呢？不是上帝凶呢，是咱家的心硬呢。有时阵咱就是真正，咱无介人讲不见黄河心不死，无介迄个程度，咱都唔肯回头哩。啊，他还要呢？无多解释，这都是罪，这都是罪。所以在以色列书里面，好参照上帝真直接。将咱人的罪性安尼显明出来，上帝真直接将咱人内面的软弱显明出来，讲奇怪，恁人都是安尼，都是安尼。所以以色列当伊咧宣布这物件时，我相信伊的内心是真痛苦。当伊知影讲伊的同胞、伊的国家遭遇到种患难的时阵，伊真无奈，但是无法度，这代志伊也无爱发生，但是伊就是发生了。后来历史的记载也证明。确实，物啊，这代志就是照圣经所讲，照上帝所启示，真正就发生。上帝对以色列讲，日后因会用天笑，只系列国的人拢会笑因，笑讲这人哪变安尼？后来咱的确看到以色列人有一段时间就是让世间人拢个天笑，所以以色列人过一种无尊严的生活，过真侪年，哦，而且甲今嘛慢慢因成立一面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咱伫咧讲圣经真准，因为圣经所讲的真正在历史上应验，而且即马应验已经到最尾段，不是讲较中尔，已经最尾段啦。所以咱们只常常咧讲，即马是一个末世的时代，咱就必须爱体会讲，上帝要来到这个世间，的时间已经真紧真紧啊啦。咱咧讲一卡已经踏入门啊啦，吼、哦。所以咱必须要有一个警醒的心，袂当有个醉生梦死，因为当以色列的时代。犹太人就是听上帝话，听到不听，还在醉生梦死。啊，这个情形自古以来都没改变。挪亚的时代也是这样，上帝叫挪亚对当地人传福音，也是传到他们都不听。传到最后，当大水来了，落雨了，那温暖的门关起来了，人家在弄门、打门、喊救命，都没办法去。挪亚不是不开呢，挪亚是看人家很想要开呢，上帝才关了，上帝将温暖之门关起来。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来了解一点。咱人的命，我们不是讲真正在咱的手中，咱想要安怎，咱就安怎，无遮简单，无遮简单啊！像我老三在讲，我去到伫这个啊基督城吼，去到纽西兰去佚佗的时候，哦，那个教练讲，这真简单吼、哦，这个river sliding 吼、哦，你就一块浮板，啊，你甲杵在顶头吼，你若要倒平，你就滑倒平；你若正平，就滑正平；你若正手控制方向吼、哦，这足简单嘞。Follow me, follow me， 讲对我行就对啊。正刚入去河底时，咧笑咧 follow you 咧，伊根本都对袂着。迄水尾甲你抢一边就抢一边，教练是技术真好，拢立中啊。伊讲唔好倒边，唔好正边，我弄着石头会死去哦。我煞唔知，问题是你家己无得控制啊。伊讲的是讲啊，真简单啊。所以我爬起来之后，我来甲问讲，是我体力无够，还是技术歹？伊就笑笑讲，技术歹啦，我唔知你收水遮慢，你到遮来。你这个代志唔多，讲较清楚咧，讲爱讲足够收水才有法度，迄个足够收水人才有法度控制迄个方向。我想咱人生常常嘛是安尼，咱明明知，简单无？就简单咧啊，啊都对会做，唔对卖做就好啊，就简单咧啊，做未到啊，程度无到遐，能力无到遐，所以上帝讲是恁别个，所以是这以色列人做歹。所以上帝讲，我将恁赶到其他的所在。甚至上帝宣布，讲连这个山啦，连这个山也受到咒诅。你讲，哎呦，啊，这山是有犯什么罪？上帝讲，因为咱人伫树啊卡，伫山顶起真济庙，啊，凊彩
行到一个所在就拜到一个所在，行到对就拜到对，拜的所在拢成做误会所在去啊，拢垃圾去啊！哈，你讲到这点，我就想我的细眼镜，我是叫气死，阮兜垃圾拢总是一个人在创啊，迄真厉害呢，三岁尔吼，伊一个歹习惯，伊若食物件拢唔坐伫桌顶食，拢摕咧四界食，啊，倒咧门床啊，佚佗爱那食，吼，迄只姿势有够济，咧跳咧甲人佚佗也会当食，啊，甲拍足势摆改变过来。哎、欸，真正伊若行到啥物所在，我若看到涂骹垃圾，还是讲迄落啥物果汁啊，啥物野甲开涂骹，啊无落啥物柑仔皮拉个涂骹，佮佮打落去，吼、哦，拢伊个杰作啊！你若过去捌收看到啥物节目就知影，伊这是足有创意吼、哦，花生酱甲你摕去抹壁，即落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迄拢伊做诶。我当四个囡仔只要伊一个就好啊，我甲某两个拢轻袂赴，啊毋知佮修理几摆，你个个性足奇怪吼。哎、哦，等下问阿公阿妈讲看到底啥物人细汉做即落代志安尼，那遗传着即落莫名其妙诶习惯。行到倒位啦，垃圾到倒位啦。真正只要伊去的所在，你的摇头；只要伊去的所在，绝对拢甲你用个做垃圾的。因为食物件习惯就歹嘛，都、就是这个意思，你敢知？上帝讲你犹太人哪样呢？恁是我所拣选的呢，嘿。啊，那行到倒位，安尼拜到倒位安尼，安尼敢会对？你若讲其他的民族，我无计较哦。你也知影，上帝对其他民族甲对犹太人标准无同，因为上帝讲你无同款啊。你是我的囝，我饲的，别人唔是啊，别人的囝啊。我唔捌甲因教，啊！恁拢我自细汉教呀。犹太人自细汉，唔是咧读讲像咱读四书五经呢。犹太人自细汉就读摩西五经呢，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自细汉都爱读呢，拢爱背呢。即个诫命拢爱记伫脑海中，搁写咧三个顶头呢。啊，真正是足严格教育，搁做即个代志。上帝讲，安尼你叫我变咱卖生气，我无可能无生气，太过分啦，太过分啦，一定要甲修理。修理甲惊为止啊！哦，所以讲上帝伊就宣布，恁所做的已经互地拢污染去啊！我就想起创世纪，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阵，上帝讲，因为恁的罪，连地都互你污染去啊！所以咱人类犯罪甲大罪人有关系呢。以圣经的观点，当咱人犯罪，因为咱人是这个污浊的主宰嘛。当一个人犯罪的时阵，伊所住迄个所在已经拢无好去啊！拢垃圾去啊啦！哦，所以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伊就会无疼惜迄个所在。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已经无能力维持一个所在性格啦。所以咱也看到上帝讲，以色列人的犯罪已经将迄、那个伊原本所修饰和因真水的迄个迦南美地，是老泥甲蜜的地，已经呢拢污秽去啊！所以上帝讲，因为恁太过分，所以我的处罚会真重真重，这是恐怖。这是以色列书里面一个，让人读到心情的足沉重。好佳哉，这不是拢总一部分尔，休息等下继续来讲。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哦，咱来讲这段圣经读到真正心情会变歹，因为咱人真正足不爱面对审判。哦，尤其你若看迄嘴啊，起来囡仔马上就面色转变去啊，迄面啊裂到一个那包啊同款，会惊啦。我想以色列人当伊面对上帝咧讲审判话语的时，也是真正是会惊。但是上帝心意一定决定了。上帝讲，我唔是凊彩讲的呢，我安尼做是恁逼我的，来，我带你去看。所以在这个异象的中间，这个以色列刚好上帝的灵甲带去，看到这首领，以色列人的首领，伫个城门外，伫个咧开会咧组织咧创啥？啊，咧计划一寡无好的代志，罪恶的代志，因所谈论的啦，啊，拢谈论一寡权力啦、金钱啦、地位啦，所以上帝就甲因讲啊。日后，恁的金钱也无法度救恁，恁的真有钱，哦，咱已经讲过讲，因为拄到经济的饥荒嘛，哦，拢拄到这个足无好的情形嘛，吼、哦，讲因的啊肉啦吼、哦、水啦吼、哦、牛血吼，拢用牛的咧食吼，但是后来上帝嘛讲到后来的时，虽然恁有真济金钱，但这个金钱也无法度通救恁，啊，咱结果真正看到后来以色列人因经过苦难了，咱大家公认讲以色列人好野人啊。犹太人啊，即卖伫全世界，咱拢知犹太人真好个啊。
但是金钱敢无法度救因，无法度救因。上帝早就讲啊，就算恁有钱也无法度救恁啦。以色列人的钱敢无法度救因会当复国？以色列人的钱敢无法度救因，让因的民族离开这苦难？无法度。有钱是另外一种痛苦呢，就是讲钱无法度解决这种问题，足痛苦的呢。你若讲无钱，咱可以当讲咱趁钱来解决；但有钱佫无法度解决，迄才是痛苦啊！哦，迄就敢若讲一个好家人，你若讲足善的时阵，就莫讲好家来解决问题。等佮伊好家时，因某要佮伊离婚，你讲伊是毋是真挫折感？就是安尼嘛，钱无法度解决所有问题。哦，当然钱是会当解决一部分的问题，这点咱是承认。但是上帝讲，以色列人好家起来了，因的问题又无法度解决啦，迄就爱我来替因解决，才有法度啦。后来历史证明的确是安尼，所以迄阵上帝将这个以色列带去看到这以色列的首领，底下所谈论的拢是无意义的，拢是上帝不欢喜的，只有一挂享受，一挂物质，只有一挂暂时的尔，权力、地位、女色，拢这物件。上帝讲，你有看到无？为什么我用这么凶的手段对待这些人？你看这修炼你就知道、哦、这修炼敢真正做教育的人敢有真正有教育良心无？政治的领袖敢真正有这个为百姓真正是为百姓心无？拢为家己的权利，安尼这个国家有什么愿望？无，上帝讲，所以我要出手啊！我要出手啊！我要让因中的人，我要用疾病给因攻击，结果真正。伊直接就看到迄个领袖就开始有人死去，哇！伊直接看一个惊着讲，上帝唔通唔通，你即马接受基督，你莫出手，你出手会死足侪人诶！你唔好，你唔好。所以伊直接等于看到领袖中有人死去的时阵，哦，这个死可能是圣经无写，也可能是心脏病起来就随停止啊。这要死一个人死足简单啊，中风脑筋憋气随死，足简单诶啦。伊上帝要有一个人死，跟咱咧电视搞遐同款意思啦。所以当伊直接看到迄领袖有人开始死的时阵，伊惊起来，讲上帝，唔通唔通唔通，你即马心情歹，你唔好杀人。哦，你哪咧是不是阮以色列人？会让你哪无小可控制一下吼、哦，可能让你杀死了了去啊！上帝讲你紧祈祷啊，你赶紧祈祷，你也为着这村的人祈祷，叫人都爱悔改。哇！所以伊直接得到上帝一个命令，伊也爱讲心烦的话，但是伊也爱做一个祈祷者。困难，困难。吼、哦，虽然做牧者的人，咱做一个牧师的人，做教会同工、长老、执事，咱一方面爱讲真理，咱一方面人若犯罪，咱也讲安尼唔对，咱也讲实话、讲真话，咱也坚持真理，但是一方面咱嘛爱祈祷呢。你唔是甲人讲讲话，当边啊看，看上帝安那甲你处罚，咱当边啊看好伊，安尼唔对哦。一方面咱咧讲出上帝的审判，讲出上帝的原则，但是另外一方面，咱也都爱去负责祈祷呢。所以上帝对以色列讲：“你得赶紧祈祷，你为这村里还未死的人祈祷。你放心，我会听你的祈祷，我会听你的祈祷。所以当你祈祷的时候，我要来做工；当你祈祷的时候，我要让迄个石头心原本硬硬的石头心，透过你的祈祷，石头心甲提掉。我要让伊一粒麦的心、油的心，透过你的祈祷，我要来做工。哦，透过你的祈祷，和原本。”这些犯罪的人，因内面那个罪恶，我来给除掉。我要给因一个新的心，给因一个新的灵。我要给因会感动，给因会悔改，给因跟我的关系会恢复。因从赶走，赶在世界各地，你也祈祷，你负责祈祷。只要你祈祷的时候，我会将我这些百姓、村的百姓，对万民中，搁给救倒转来。上帝有哪艰苦做呢？哦，头啊，都要先甲拍散，啊，搁再来，都要搁捡倒转来。啊，我想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啦。就像我咧处罚我的囡仔嘛是安尼啦。伊无怪是都甲拍，都甲跌啊，甲修理啊。但是拍了了，就搁来爸爸抱抱啊。这就是管教。一方面爱处罚，一方面爱医治。哦，所以底下也是劝所有父母哦，先来记哩。当你若处罚你的囡仔的时阵，处罚了后，一定爱有一个医治。哦，上好是照圣经的教导，卖超过明仔载。
当然你讲我随拍了随来讲，好啦，拄啊慢慢想起吼，无要紧啦吼，后盖卖安尼，你若嘛挡袂掉啦，伊气消了，伊精神的分裂去啦吼，就是讲你过一段时间等你啊，伊也较冷静吼，啊你也较冷静，啊过来就爱去甲伊谈判，爱恢复啦，爱和好啦。作些爸母实在是真疼囝，但是袂晓这个功课，干那会晓管教，袂晓和好，所以囡仔互你修理，伊嘛知影伊唔对。但是你感觉讲，我的爸爸妈妈无稳定，无稳定，所以每一摆处罚了，一定爱有一个稳定啊！个呾，哦，阿个某子干嘛是安尼？冤家了后，冲突了后，爱有一个依滴，冲突了后爱有一个稳定，迄、那个稳定哦，阿个某感情才会调。阿那无，对方干呾干嘛讲？你拢一直要求我呢？我伫你个眼中，啥物拢唔是，伊个自我形象一直低落去啊！啊，所以咱啊求上帝帮助咱，爱恶上帝吼。哦要处罚，但是呢，要依滴，所以上帝将因赶走。但是呢，当因学着教是怎样唔对的时，上帝讲良心，我又搁将伊搁安尼拢收倒转来。所以今仔日以色列书两千多年所讲的，今仔日已经应验了。只系亚伯死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伫世界各地，拢和上帝拢祈求转来，即嘛成立以色列国。哦，所以的确，咱都要祈祷，咱的厝的迷信者。咱的朋友也未信，透过咱的祈祷，上帝给因一个肉身；透过咱的祈祷，上帝要改变因，哦，福音会当个回转来上帝的厝的内面，得到永远的福气。祈祷真重要。好嘞，今天这部时间就到这，后一集会继续收看。然后上面这部仪式结束，谢谢。那我袂叮当哦，我要开始播哦，啊。欸你学袂叮当，你等下你学袂叮当，你无准啦，对不？你上叫你教小数要输，我甲你讲兄弟相会赢，你都唔相信哦，你都讲伊会输哦，你甲唱衰兄弟相，麦叮当啊，不来哦，哎，哎呀，啊，无掉无掉无掉，来来，过一摆过一摆，阿袂掉阿袂掉，过一摆哦，一二三，哎呦，这神的啦，哈，你脸是变我高啦，好好免讲免讲免讲，哎。我跟你说你哦真正爱会记你啊以后袂当甲人小输哦这歹习惯这就是跋筊你想安尼袂要紧哦我是学你一个架势尔啊无我是毋捌甲人咧小输诶咱若小输好玩的可以后者甲人咧小输一百箍你身躯都无一百箍要甲小输一百箍迄是我看你无钱我用这个报客啊安尼来代替知无后盖你若出去外面甲人小输人有人小输什么总统输赢的啦吼，啊人小输这个拍球的输赢啦，啊人讲都牛鬼分的啦，迄个跋筊你敢知？你若有这个歹习惯，什么都跋，人咧比赛也咧跋，啊你安尼歹习惯你知无？嗯，我看报纸吼，人啊你国的迄个棒球比赛嘛拢有咧跋，敢毋是？煞毋知啊，所以就是跋筊啊，迄就是美国因就是跋，因有统计呢，讲美国敢那因规个国家。一年安尼，干那讲即个像人咧比赛安尼吼，篮球也好，棒球也好吼，迄跋筊一年跋足侪钱呢。所以你美国人有人咧讲啊，讲自从因有即个跋筊了后，因个规个国家的道德规个拢败落去啊，你敢知？所以唔好安尼跋，唔好安尼跋啦，吼、哦、啊！小老三来拄啊，我叫小老三甲你解释一下吼，卖、哦、讲我咧讲，无你家己问伊吼、哦。小老三啊，你看有道理无？吼、哦，是毋是咱人唔好跋筊？伊安尼教师囡仔讲，有时讲来甲跋讲啥物？讲啥物？小叔讲兄弟相，人咧拍棒球的兄弟相吼，讲会输啦。啊，我就甲讲会赢，我是挑你讲的。我若讲遮细汉哦，卖个人咧博输赢，安尼无好呢。得心诶，啊！兄弟相正好讲你个博伊会输，你应该博伊会赢才对啊。无啦，嘿，现在他们在咧创啥？我即嘛是咧甲教育讲袂当博啥物咧？你搁叫伊咧博博爱博伊赢？你讲咧唔对啦。哦，拍死拍死拍死！来，咱倒带重来哈！哎、哦，那会当阿咧乌白跋跋筊种代志，头头做袂当红灾，这你也唔捌呢？哈、啊！哎，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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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三啊，你讲唔对，什么什么卖红灾是袂当做啦？来，过去拜过去拜！哦，好啦，哎，搞死囡啦！跋筊这个代志是绝对绝对袂当做诶。啊，你知无？啊，你遮细汉就咧跋，咧跋，后盖长大以后才去赌，知无？哎、啊，对对，哎、欸，唔是啦，小老三嘛，你什么你甲讲大汉只？哎，
你看，你看，你看，这是错误的教育。教师囡仔，大汉嘛袂当挂哦，就是有人讲啦，讲阿囡仔人唔好食薰，大汉才食。迄袂当就是袂当，细汉袂当，大汉嘛袂当啦。老师妈，你是哪？你有冇搞错啊？啊，我知，你是不是家己往那有咧播？哈、啊，你讲，你讲，你有无？你有无？嗯，我是唔捌去教场咧播。但是三不五时啊，拍一个烟尘嘛是袂歹咧，无迄无共款啊！你拍烟尘，那是有看到物件烟尘，迄好算了，还是有去无差啦。但是你若讲有博钱无好呢？啊！你狗屎囡仔，你哪有钱通博？你讲我要博百块，我来讲博呀，博啊！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教育啊，吼、哦，什么叫做罪？咱讲人犯罪，我是利用这個，不是你甲伊算呢，我是你甲教育呢。什么叫做罪？就是无准哦。照你讲，我这个课应该是课落去头壳顶的安尼啦。哦，啊结果吼无落吼，安尼无准，迄叫做罪啦。哦，啊那想即马咧准吼，安尼就是无罪啦。哦，所以圣经讲什么叫做罪？你若该做代志无做，你无准，安尼就是罪啦。所以我用这个咧，要来甲这个教师囡仔讲哦，讲咱所做的代志若无好，迄就是叫做罪。迄唔是讲杀人放火才是罪呢？像你安尼乱来，这嘛是一种罪呢？细汉偷板布，大汉都偷砍牛啊！嗯，安尼教师囡仔你有了解吼？啊，知无？好啦，知啦！哦，我坐个听对去啦，坐个足艰苦的，哦，我要稍微爬起来呢。好啦，要爬起来，先对大家讲拜拜哦，先甲大家讲拜拜，然后佮我报两拜，我佮报两拜了，你才会当下课，互你会记哩。我无甲恁阿妈讲算你好命啦，吼、哦！好啦，各位，拜拜。拜拜！哎、欸，你报一拜，我报一拜，安尼才有公平。好来，轮流。啊，救人哦！